今年呢，在电影《当男人恋爱时》演出苦命女浩婷，虾款啊虾虾咪款，超级可爱、真挚内敛的演出获得好评。今晚她也是颁奖嘉宾，欢迎维尼这边请。哇，维尼你在《当男人恋爱时》里面的角色浩婷，哎。来麦克风请，谢谢。哇，浩婷这个角色非常的辛苦，但是温柔又坚强，你是怎么赋予这个角色生命力的呢？我觉得主要还是在进入故事之前，我们花了很长一段时间准备，然后去做了很多田野调查，然后就是为了让浩婷这个角色更接地气，更有草根性。当然要恭喜哦，最近也推出了自己的品牌，对不 对？ Anniversary， 谢谢，恭喜恭喜，谢谢。那我们一起进广告休息一下，马上回来我们的星光大道现场。其实蛮热的耶，我觉得有一股热情一直在我心里面燃烧的感觉，而且今天珠宝真的蛮贵重的，有点小太小心翼翼紧张。今天这个颜色很特别，要不要想想想选这个颜色？其实那时候在选这个颜色的时候，有一点就觉得自己不知道可不可以驾驭它，但是穿上去之后就觉得是它了，因为它整个比例剪裁啊，然后会觉得哎，其实这个颜色还蛮衬肤色的，所以就毅然决然的选择这一个，就是比较算是深紫色的。今天很辣，有有，就是里面很多年那个双面胶带啊，然后其实它后面也是这种，对，但是我觉得还蛮帅气的啦，就是性感中还是带一些就是帅气剪裁。你现在要看最大尺度了吗？还是还可以再更多一点？等我下次入围，我就有更大尺度的，敬请期待。心里感觉蛮重的，但其实实际戴起来的话，觉得很有分量。对，但是它非常的闪亮，我很喜欢。那今天当颁奖人的心情是轻松，还是其实让更紧张？其实我觉得蛮轻松的耶，但是紧张的话，当然会为自己的都是认识的一些演员啊，有入围的，就当然还是会多多少少为他们紧张一些。还是希望你在一个很好。哈？还是希望你的电影大家都可以得奖。当然希望，只要我们有入围，我都希望我们可以拿下奖项。我会在后台帮他们加持，对，加持。然后他们两个人得奖，就是用他们爱的抱抱。啊，爱的抱抱，只要是认识的都可以爱的抱抱啊。还是爱的婷婷。这么大哦，我可以跟心灵姐，可以跟心灵姐。可以。那剩下异性跟陈抱抱。对啊，但是问题是现在疫情，我们可以这样子吗？我们可以安全之吻啊，隔空可以吗？对对对，谢谢。